是你帮我开那个。
第一个阶段是要介绍远道的贵宾，我们最远来的有从基隆来的，他们从基隆的双溪，还有基隆，还有瑞芳，他们举牌吗？举牌，举牌，举牌的。参与的教会有新店地区的新店行道会，新店行道会，你们旗子举起来，他们很谦卑，新店行道会，新店行道会，安坑地区的汤和行道会。新庄地区的新庄真理堂、新庄福音堂，哦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，后面有，后面有，在后面。土城地区的土城真理堂，真理堂在前后面，全都帮他丢起来了。中和地区的中和真光堂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就在我们板桥本地参与的教会，我们这一次新北市义所的总指挥是张富明牧师。欢迎贵格会有新埔教会、板城教会、行道会有板桥行道会、江子翠行道会。有板桥林良堂，板桥林良堂，卫理公会有荣恩堂，荣恩堂，荣恩堂，你好，你好，一百多人了，一百多人。敬礼圣经会自强教会，锡安堂，板桥锡安堂。圣洁会，板桥圣洁会，哇，在后面，学长坐了哈，非常欢迎。新义会有板桥福音堂、板桥救恩堂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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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两边好，两边。报告以上。好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欢迎这么多教会跟我们共襄盛举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